产地直采，刚出土的美生菜，一箱箱搬上货车，准备卖到中国去。云林买寮农民拼外销，新的一年刚开始，这波订单一下就是12万公斤10个货柜。云林美生菜上场。 两大在路投资企业，包括便利商店、素食店、连锁，向云林下定。未来在大陆将有超过2500家门市吃得到台湾美生菜，促成这次合作的推手是他。啊，非常非常的多谢，有这个机会来替咱整个美生菜外销尽一份心力。 现身采购现场，文教基金会创办人魏应冲幕后牵线，促成云林美生菜第二次出口中国。这一次呢，首航到中国大陆去，也得到中国大陆那边的批文。所以呢，我想啊，这些啊都是啊，这些所有四大公司啊，认同我们云林县所有最优质的这些美生菜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蔬果。云林美生菜，美生菜出得去，钱就进得来。企业跟政府联手，帮助农民拼经济。三新闻廖宜德云林报道。